然后里面有颗花跟果。好，我们就近来看一下。小心不要给人家踩到哦。小心小心。自然生动，自然生动啊。现在做个葫芦有没有？哎，好，葫芦刚刚有解释啊。葫芦就是什么？葫芦兽。葫芦兽的香。那这个果子。几个字啊，就是若还有刘氏